气枪，是你吗？是我。这里自古就是禁地，也只有你会来，只有你能和我说说话。你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呢？去外面的世界看看。我不敢，我幼时跌落海中溺亡，却一直不甘心就此离开父母亲。我的魂魄化身小鸟，想要填平东海。我只是恨我的早夭，让我无法再陪伴父母亲。但是我却做了那么可笑的事情。如今炎帝后也已去，你们不是可以一家团聚了吗？本已如此，可是数年前，天河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，在人间和黄泉之间打开了一条裂缝。对人间留有执念的不少怨魂都趁机而出，不知道是不是我之前的怨念太重，这次也被波及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去。又是那田河。如今我只敢守在这里，生怕再造下更大的灾祸，污了父亲的圣名。恍惚记得很久前听前辈老人们说过，田氏在水岸边修造了一座别院，很多宫女歌伶都被圈养在那里，成为士大夫们手里的玩物。虽然有些不可思议，但是我在父亲死的那天见到的征书，也有传闻说他在这里出现过。进入这样一座毫无戒备的宫院，实在不是什么难题。请问，你居然看得见我？嗯。你是谁？为什么到这里来？刚才进来的那个人，我是他的随护。哦，是吗？也是来寻欢作乐的吗？那你也快进去吧，他们摆弄这块石板已经很久了。要怎么做？你不教教我吗？这是此处的布局，用石板连通那些闪光的房间，才能打开封印。那我试试。喏，这块石板给你吧，我留着也没用。还愣着干嘛？那些闪光的房间中都可以寻到石板，找全所有的石板就能通往别院深处了。多谢指点。左侧高台通路已经洞开，还不快跟上去？您为什么总盯着我看？无畏看一眼少一眼而已。去吧，如果有无法去到之处，还请您指点迷津。
石板，没错，正是用来通往个别院的关键。慢着，石板中似乎存有一些早先的记忆画面。兄长，你听到那个郑国太子都说了什么？说了什么？这可恶的狂声说：“人各有偶，其大，非吾偶也。”他这是向父亲拒绝这门亲事，难道说被他发现了？我们两人的事情如此隐秘，不会有人知道的。就算有流言，也不会传到父亲耳朵里。你放心吧。兄长，那我们以后还能这样日夜相对吗？那是自然。你真美呀，哪像人间的女子，简直像是妖狐转世。呸，哪有这样夸人的。我就算是妖精也要做蜘蛛精，织出秘密情丝，牢牢缠住你我，永不分离。看来这对白衣男女是齐襄公与文姜。这石板中怎么会有他们的影像？
兄长，你遣人杀了我的夫君。不是你说他发现了我们的事，斥责于你吗？可是，本是我辜负了他，他不该死。他若不死，传扬出去岂非麻烦？放心吧，齐强鲁弱，他们奈何不了我们。我有何颜面回去见我的孩儿？那正好，你就留在这里，我们又可以朝夕相对了。姑，难道不是你最在乎的人吗？是，兄长，只要能和你在一起，我什么都不在乎了。
阁下可是夏氏征书？我可不是逆贼，我也不是野种。我并没有说。他们都欺负母亲，他们还嬉笑，说我长得像他们。我是林姿即将，我想问你，我父亲。混账！我是我父亲的儿子。都是他们不好。 都是母亲不对，你在笑什么？我不曾有笑。你笑了，我看见你笑了。你是不是笑母亲不知检点？你是不是笑我出生不明？我并无此意，也没有笑，且听我一言。大丈夫安身立命。 顶天立地，岂容你侮辱？拿命来吧！你能不能好好听人说话？啊！
树的尸体中释放出夏姬的魂石，一位禁锢的母亲得到了解脱。兄长，父亲要将我嫁到鲁国去，这可如何是好？现在可是我保住太子之位的关键时刻，不能节外生枝。你先安心去，等我当了国君，一定去把你接回来。兄长，可不要忘了我，我等着你。就算你嫁到天边去，也逃不出我的掌心。你为什么杀了宾客？你到底是谁？快说！临淄即将，康公的女儿，他们都说是你杀了她。我没有杀害父亲，这是不可能的，我不可能做到。你是谁？为什么会知道这些？我是谁？这重要吗？不过是困在牢笼里的孤魂罢了。你快离开这里，要是被他知道了，就没法走了。他已经不是当初的他了。你说的他又是谁？太晚了，他来了，他什么都知道了。你果然来了，当真没有辜负我的期望呢。来吧，我的乖孩子。我在宫院深处等你。谁在说话？你怎么消失了？我得走了，但你记住，你每次获得更多的石板，便可以走到更深处去，就可以找到你要的真相。只是真的不知道这是福是祸。
背地里都在说我寡廉鲜耻，乱伦败德。可我是真心爱慕兄长。
我做错了什么？谁敢胡说八道？姑把他们都杀了。怎么能堵得进天下人悠悠之口？兄长欠我再早杀孽了。为什么不能？为了你，姑愿意杀尽天下人。不，不要，豁不出去，不听是非，便是了。只是，有一天我死了，不知该魂归何处。我是无颜去地府见父亲、夫君和孩儿的。那你就化作蜘蛛精，牵缠住姑的魂魄，我们一起留在人间。一言为定。
母亲的女孩会被赶出永夏，希望陪伴母亲的他们于是选择高桥留下，而男孩则更加悲惨，在这里一出生就意味着死亡，变成亡魂，眷恋在母亲身边。历代齐王的默许是别院中女子受苦的来源。 姐姐舒江也会是这里的一份子。不，我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。
你也是齐国的王姬，那你有没有见到我的兄长？我们说好了要一辈子相伴，可是我找不到他了。你既然来了，就留下陪着我吧。我太寂寞了，太寂寞了呀。将死去，一切冤孽归于尘土，永向禁锢着的女子怨魂都得到了解脱。
你可见到夏征书了？见到了，但他沉溺于自己的执念，已经疯魔了。我没有问到线索，一无所获，所以如此颓唐。不，我还见到了齐国往西的王姬，他们怎么也会魔怔了呢？你以为姜氏血脉高贵，子孙就能摆脱贪嗔痴的束缚，无欲无求，大义未公吗？你说田氏犯上作乱才导致生灵涂炭，难道康公治下百姓不是早已流离失所，徭役赋税，苦不堪言了吗？住口！不是这样的，不该是这样的。欺人容易，自欺难。即便是王姬你自己，放在第一位的，不也是私仇和个人的清白吗？